所以我就不多花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灵粮神学院的副院长乔美伦副院长，来为我们做开幕的信息分享，谢谢。彭老师、洪会长、林教授，还有各位先进、各位牧长、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代表灵粮神学院我们非常竭诚的欢迎大家可以来使用这个场地。那我们的院长谢宏忠院长，因为今天他还有别的服事哈，所以他就没有在我们的中间。可是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需要，尽量跟我们的同工来询问哈，我们一定竭诚的愿意提供服务哈。那希望这个场地给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最红的就是什么？直播。大家知不知道最早的直播课是谁？有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人说是这个哈，这个正妹 CEO 哈，她是一个美国的女孩子哈，她其实大学都没有毕业啊，她就在她的这个阿姨家窝着，后来她发现网络啊可以卖衣服啊，所以她开始用网络来卖衣服哈，直播哈，所以有人说最早的直播课啊是这个辣妹 CEO 哈。那也有人说没有啊，这个2006年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美国的连续剧哈，就是用直播的方式叫做超级制作人哈。所以呢，无论是有人说是这个，或者是说刚才那个辣妹 CEO， 都是2006年。大家有没有发现那是什么样子的数字？意思就是说刚好直播已经有了什么10年的这个时间哈，成为我们传达很多不同的信息的一个管道哈。所以我们真的要问说，到底最早的直播客是谁啊？坦白讲，我们来看圣经，我们就知道最早的直播客究竟是谁了。10篇19篇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大家可不可以告诉我说，最早的直播客究竟是谁啊？原来就是我们的上帝哈。我们看见他一天24小时从来没有停止过，他借着他所创造的大自然及时怎么样直播。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哎呦，怎么跑那么快啊？麻烦你们调一下哈，帮忙调回来，不能这样子调，请你们直接回去调。嘿 ，OK 哈。有一次坐飞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坐在飞机上看这个云，看这个天啊，觉得真是太美了啊！忽然间意识到说，其实人类开始能够飞航也没有几十年的时间，还不到上百年的时间哈。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所有的美景其实都是谁自己在看？都是上帝自己在看呢、那有一次到这个天文博物馆哈、去看这个行星哈、这个很多的影片呐、很多的这个哈、就会忽然意识到说，不但是我们现在看得见的，我们现在看不见的那个宇宙，你会看见那个行星的形成啊、没落。看起来很像看那个雷射影片哦，漂亮的不得了，色彩丰富的不得了。我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原来这么多年你都自己一个人看我们现在终于有这个太空望远镜我们可以一窥这个宇宙的美丽。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上帝早就在直播，上帝借着他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一天24小时即时无休，全年无休的在直播啊。我们看见啊，无论是我刚才说外太空我们看不见的，或者是地上我们看得见的啊，原来最早的直播客就是他自己，他造借着他造的大自然，全天无休的直播。有一次我读到一本书
这本书的作者他忽然间他说他有一次在灵修的时候，主忽然跟他说了一句话，说我不是沉默的上帝。我相信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有人祷告不蒙垂听，觉得上帝是什么沉默的上帝。可是这个人他在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说我不是沉默的上帝。我记得在这边看到思瑜台长，我记得那个时候是1995年嘉音电台开始申请到这个功率的执照。那其实我也很荣幸，那个时候我大概是嘉音电台的最早的主持人，而且是清早第一个节目6点钟的一个灵修的节目，那个时候叫清醒的心。那时候开始直播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兴奋。在那个之前我就问主说，主你要怎么样使用嘉音电台这样的一个器皿。主忽然给我一句话说，他说我有话要说。哇，我觉得那个时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在他们开幕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分享，主很清楚的说我有话要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意识到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我用一个不太恭敬的方式来说，就是我们的上帝其实也是一个很爱秀的上帝，大家同意吗？上帝没有把自己隐藏起来，上帝是启示的上帝。所谓启示的意思就是揭露，一个东西原本是遮盖的，然后把那个遮盖的拿掉了就叫启示。所以我们说上帝是启示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上帝是揭露的上帝，意思就是说他乐意揭露他自己，他并没有隐藏他自己。讲的比较怂一点叫他很喜欢 show off， 他喜欢秀他自己，他有话要说。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为年轻人可以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有一次我们为他们祷告，当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忽然间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要祷告求神把舞台给我们。其实我们基督徒是很含蓄的一群人，我们觉得要去抢舞台好像是不属灵的一件事情，可是神就告诉我说你要祷告说求神把舞台赐给我们。那我们再来看，现在有网红对不对？前一阵子有一个姐妹来找我，她说老师你知道我现在变网红了吗？我说哦，网红这么容易哦。她说呢，她是一个歌唱的老师，那她以前只是开班授课，她是学声乐的，她就是开班授课，可是她说她忽然发现他可以直播的时候，他只要通知大家说他什么时间要教，比方说发声比方说这个技巧有没有，他说只要他一上线怎么样，已经几万人在那里等他。他说老师这个叫网红。然后他顺便说老师你要不要开始。我说你们先玩，你们先玩，我们还没有办法那么快做网红。我们看见谁是网红，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看见他说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说上帝很爱显露他自己，所以古代的时候他借着众先知不断的说话，借着众先知不断的写作，借着众先知不断的来彰显他自己。到了末后的时代，他就把 focus 全部打在一个人的身上，让那一个人来发表他的真实，就是他的儿子。所以请问谁是网红，知道我的意思吗？其实耶稣是网红，因为到了末世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聚光灯只打到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就是上帝让聚光灯完全打在他的身上，要来把上帝是谁显明出来。所以耶稣来的时候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什么，看见了父，我们看见父何等想要我们看见他，不惜让他的儿子成为可看见的。所以我们说网红是谁啊？
啊，网红就是耶稣本人啊。刚才的经文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好，我不知道耶稣被这么的瞩目的时候，他的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不适感。我们知道耶稣有的时候也逃避群众，对不对？他并不那么喜欢那么多人拥挤他，可是他还是把自己怎么样给出来。即便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马上就要受到很大的冲撞，可是他还是把自己秀出来。他每一次守节的时候去到耶路撒冷，他就站着高声说，他就说，来看我，来听我，来吃我，来喝我。他把他自己完全的显出来。我如果跟人家讲说其实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我的学生都不相信，可是其实是，可是自从做了传道人之后，我发现最大的舍命就是要让人家知道我们是谁。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舍己，就是必须把自己给出去，而让众人可以什么，可以看见。所以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抓眼球的一个时代。耶稣把自己给出去，虽然那不是他最大的享受，可是他把他自己给出去，成为一个声音，成为一个影子，成为一个不是影子啊，成为一个 image， 就是让人看得见他要把上帝的荣光完全发表出来。所以我们会看见耶稣其实自己是发表高手。我刚才说这个我们祷告的时候，主说给我们舞台， 给你们舞台。这个2004年的时候 Good TV 来找我，就跟我说，哎，教师你要不要开始有一些节目在 Good TV 播放。其实我当时也很挣扎，就像刚才说的，要把自己曝光出去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我那时候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就是一个体育馆是360度的，然后我坐在中间，而且坐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的里面，四四方方的玻璃房。醒了以后完全不知道那梦是什么意思。Good TV 来找我的时候，忽然间了解那个梦是什么意思了。那个在舞台正中间的那个透明的玻璃房子，其实象征的就是什么，就是电视。而群众是什么，360度的在观看。所以那个时候只好勇敢的说 OK， 那就要把自己怎么样给出来，让众人可以看见，借着众人可以看见，我们要来传扬神的话语。那所以呢，我们会看见，其实从我这样回溯的时候，也把台湾的我们的一个媒体的历史给大家稍微就可以回顾一下。再来云端，云端现在也是非常夯的一个概念。请问最大的云端在哪里？谁知道最大的云端在哪里？我们来看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之事都在他里面藏着，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基督的里面。当云端这个词越来越多的时候，那我们也去了解云端，他讲到了这个大数据的这个汇流的时候，我就祷告说，我说主啊，他们现在天道在讲云端，你知道主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回答？其实主的回答都很有趣。主给我的回答是说，你不知道我就是那朵云吗？主自己就是什么，那朵云。我说哦，主啊，你自己就是那朵云的意思是什么？那个经文就跳出来资源呢？为什么？因为一切的什么智慧，一切的什么知识，一切的奥秘，今天我们所传播的所有的内容，以及所有传播的方式，以及所有传播的管道，其实早就藏在谁的里面？早就藏在基督的里面。好，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很多人在发明的过程中间，很多的基督徒他就是忽然间有一个意念进来的时候，有一些难解的这个跳跃，这个 gap 就跳跃过去。所以我们会发现果然所有的智慧、知识、智慧
都隐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说最大的云端是谁呢？就是基督自己。2012年的时候，我开始了另外一种网络的服事，就是用 APP 来讲职场灵修专线。这个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大家发现意思就是说我们又进到 APP 的时代了。2012年的时候，我记得这个2011年的年底的时候，我祷告说，主求你给我一个圣诞礼物，这个圣诞节前夕，我跟同工一起祷告说，主啊，求你赏赐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圣诞礼物。主就让我在意象中看了一个大声功。那我心想说，怎么拿到这种糟糕的礼物，怎么是大声功呢？结果没有多久，2012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机构就来跟我谈说，要把我的每日职场灵修做成 APP， 就在手机上下载。感谢主，从12年，今年已经17年，5年，我们已经有15000人海内外。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个每天早上听15分钟职场灵修专线，因为我只讲15分钟，因为我发现职场的人超过15分钟他 attention 就跑掉了，所以呢也许在车上，也许怎么样，就是15分钟。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是有一些传播上的一些窍门，以前都是半个小时以上，像以前在佳音的时候都是半个小时以上的节目，现在完全不行，15分钟他的 attention， 他开车就到点了，所以他马上就要，他就没有办法继续。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然后到了2016年的时候，我们从台北灵粮堂的这个做法，我们就推出了这个 Line 8，每日祷告加每天2则，就是用 Line 传，用 Line 传。我们的同工每天写好了为国家、为社会、为教会、为很多的问题祷告的2则，然后每天早上7点多啪就出去。那这个Line 8现在也是上万人在使用，所以每一天这些东西就无远佛界的散播出去。所以大家又会看见，我们在走这个历史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回顾整个台湾甚至整个世界的这个使用数位的这个风潮是这样子的一个过来。那给大家广告一下，2017年呢，我会有回去这个 GoodTV 6月份会开始播这个职场新视野的一个电视节目。所以呢坦白讲，其实在这个时代我们好像是无意中已经被推上去，就如同当年耶稣，他虽然不喜欢群众拥挤他，他知道很多人只是来吃饼得饱的，可是他还是完全把自己给了那个时代，他站在那个时代让人看见他，让人看见他的时候可以看见那一位看不见的天父。天父借着创造的大自然来 show off 他自己，这个叫自然启示。天父借着他的独生儿子活化在我们的眼前来启示他的救恩，这个叫做特殊启示。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启示的上帝。最早的直播客是谁？上帝本人。真正的网红是谁？耶稣本人。最大的云端是谁？在基督里。上帝不但是最早的直播客，他同时也是什么？永远的直播客。求神帮助我们，相信我们这一天这个2天的这个话语论坛，我们是在正在进行哥罗西书1章28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神特别大大的赐福我们这一次的话语论坛，让我们能够对焦在我们的主，他所要 present， 他要怎么样 present 他自己，他要 present 他自己是一位什么样子的上帝，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器皿。祝大会顺利成功，谢谢。